安。阿门。我们再把圣经找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找到咱们一同来读。从三十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四十二节，三十三节读到第四十二节，找到开声朗读。一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了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另外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重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分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惩治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恶主，将葡萄园另租给按照时候交给果子的店铺。”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好，先读到这里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全能的圣天父，感谢你。阿门。我们是你生了一群属灵的孩子。阿门。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祈求。阿门。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阿门。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阿门。把这一次聚会完全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求主你帮助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阿门。魔鬼的诡计借着周围一切环境来搅扰我们。Amen. 来消化我们的信心。Amen. 然而他的计谋必不能得逞。Amen. 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仇敌。Amen. 仇敌再也没有办法来胜过你自己的众儿女。Amen. 我们是照着主你的应许承受产业的。Amen. 我们是照着主你的在圣经所记载的话语来跟随你的。Amen. 你的话必不落空。Amen. 你的应许必不落空。Amen. 魔鬼的计谋也不能得逞。Amen. 今天你已经胜过他了。Amen. 你叫每个弟兄姊妹凭着信心来胜过他。Amen. 叫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基督的精兵。Amen. 叫每个弟兄姊妹都穿上全副的军装。Amen. 才能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Amen. 因为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Amen. 寻找可吞吃的人。Amen. 今天我们已经不是他吞吃的对象。Amen. 然而他疯狂地向你自己的众儿女进攻。Amen. 是借着周围的环境来搅扰我们。Amen. 把这里的弟兄姊妹交在你大能的手中。Amen. 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抵挡仇敌。Amen. 使魔鬼一切的计谋破产。Amen. 求你把张姊妹握在你大能的手中。Amen. 借着我们的祷告赐给他充足的信心。Amen. 让他坚定不移地来跟从主你的脚步。Amen. 使他不受魔鬼一切的搅扰。阿门。我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败坏仇敌一切的计谋。阿门。你带领众弟兄姊妹的心灵。阿门。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阿门。使弟兄姊妹的心灵都达到主你的面前。阿门。
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达到主你的面前。阿们。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从你那里得到丰富的赏赐。阿们。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来跟从你。阿们。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失脚。阿们。使我们一生在你的道路上。Amen. 就求你来帮助今天这一点的时间、Amen. 引导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Amen. 将你自己刚强壮胆的心放在我们里面、Amen. 将充足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Amen. 使我们不凭眼见专凭信心、Amen. 因为你说你的信救了你、Amen. 就按照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成就吧、Amen. 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Amen. 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Amen. 你把这课题交在我们手里，使我们照着主你的应许来传达主你的旨意，就求你把这道丰丰富富存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借着道更加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每个弟兄姊妹通过这你所传给我们的道能更加认识你，更加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一切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这样的祷告感谢。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交通仆人的比喻。昨天我们交通输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输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加拉太书说，那从血气生的逼迫呢，从圣灵生的。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自古以来，教会中间都会产生这种现象，输血气逼迫属灵的。主说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无花果树，或那交上银钱的，以及不能按时候交果子的，都是一个比喻，是吧？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指这伙人说的。他们不能结果子，原因是活在自我里面，他把主的葡萄园当成自己的了，窃为己有，所以主打发来的人他不接待。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霸占神家的教会。葡萄园当然预表教会，是不是啊？是。那里面那些故宫预表着主的仆人，但这里面讲的是佃户，就是园户。园户把葡萄园当成自己的了，独霸一方，把神的葡萄园当成自己的葡萄园，为自己的利益来霸占这个葡萄园，是不是啊？是。把这个葡萄园当成自己的产物了，不把它当成神的了，这都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我们看耶稣，这是打一个比喻，就用葡萄园打一个比喻，佃户与葡萄园打个比喻啊，凶恶的佃户，是吧？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呢？葡萄园是不是主人栽的？是。周围又圈上篱笆是代表什么？保护起来的，是不是啊？是。保护起来，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都是神造的，神造完这个世界就保护起来了，但今天这些凶恶的园户，就是佃户，这些租户，是不是啊？租户啊，也叫什么呢？园户，也叫什么呢？佃户。那我这个房子我要租出去了，谁是主人？我是主人，是不是？我的房子往外租是我的主人，我是这房的主人。我租给谁了？他只能有住的权柄，按照期限有住的权柄，有没有随便的买卖的权柄？没有。那么这群佃户来了干什么来了？园户和佃户，佃户也叫园户，怎么回事？这上面太潮了。
可以把白板都弄潮了，写成字。那么佃户、元户都是指向他没有主权，他没有控制这个教会的主权。我们今天带神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控制教会的主权？没有，没有。这教会的主权是谁的？是神的。神的。神既然开辟了这个教会，这就像葡萄园一样，那神说了算。现在呢，正好恰恰相反了，原户说了算了，佃户说了算了，在这里霸占神的教会。那个时候，耶稣举例子是用，是吧？原户或者佃户与这葡萄园之间的那种比喻。今天就是教会，教会和工人，教会和主所拣选的仆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神所拣选的仆人不是掌控教会，是神借着他来管理教会，是不是啊？是，他就是仆人或者管家。你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支配或者是独占神的教会，但一旦独占，你就是个凶恶的原物，是不是啊？是。他说了，神呢造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呢又造了一个酿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了原户，是不是租的？是，租给了原户。那这个原户就是租户，是不是？是，就是原户，不是原主，是原户。他有资格收葡萄，有资格耕种，有资格交换，没有资格来掌控或者买卖。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什么呢？说这些人在逼迫着神属灵的所差遣的属灵的仆人，是不是啊？是。这一群缘户是一群什么凶恶的缘户？他凶到什么程度了？逼迫了真正神差遣来的。他说接待谁就接待谁，他说不接待谁就不接待谁。耶稣怎么说的？你接待我小子中的一个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给我小子中的一杯凉水喝，不能不得赏赐啊。因你因耶稣的名接待主耶稣基督小子，那就一定得赏赐。这群人是只要和他的利益有冲突的，影响他发财的，他一律不接待，是不是啊？他一律赶出去，他一律的逼迫，他一律的杀害，就哪怕是神儿子来了他也不放过。就这么一群凶恶的缘故啊。耶稣这是个比喻，其实不是葡萄园，是指教会说的，是指犹太人说的，对不对？对。明显是上帝设立了犹太人在这个地上，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希伯来这个民族，就是要叫他们借着他们把看好神家的葡萄园。他们是仆人，不是主人。我们看他租给了佃户，租给了园户，就到哪去了？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是不是啊？这里有提到收果子啊。是的，收果子的时候，你看耶稣举的比这个例子都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这时候收果子，那时候收钱，是不是啊？五千两，两千两的，这个主人回来收钱了，是不是啊？也是交给仆人，仆人最后呢把它埋起来了。那么这个等于埋起来了，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埋起来？等收果子的时候，主人打到一个仆人去，是不是啊？打到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干什么？打了一个，杀了一个。你看凶不凶恶呀？凶恶。又恶又懒的恶显明在哪里？恶显明在哪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讲不讲理？不讲理。要讲理的话，这个葡萄园是原主的，不是他的。他可以告诉你，你来，你是原主打回来的。
那我就把说你当得的那份给你，就这样。不，他来打了一个杀了一个，逼迫神所差遣的先知。历史里呢，耶稣说，从亚伯的血起，到被杀在坛前的撒加利亚的血起，都要定这世代人的罪。逼迫神的教会是不是啊？是。这样他们还以为是侍奉神呢，他们把这件事当侍奉神了，逼迫神的教会以为是侍奉神。其实呢，主在这里已经多次的来警戒那些凶恶的仆人。往下看，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是不是？下面说，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第一波呢，被杀了，被打死，是不是？下面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打发多少？很多的人来，是，比先前的更多。原户还是照样带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带他们。你只要来我的葡萄园，原户说这是我的葡萄园，你来干什么来？你要果子吗？是不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也是指犹太人说的。这个凶恶的原户也是指犹太人说的，是不是啊？是。那个得一千两银子埋起来的也是指犹太人说的，是不是？那个浪子在家里，那个浪子没有跑出，那个浪子也是指犹太人说的，是不是啊？是。你看耶稣多次说犹太人他不结果子的，说犹太人是凶恶的缘故，是不是啊？是。说犹太人是交不上钱的，把那一千两银子埋起来的那一位，就是多次多方的在小谕，在提醒，是不是啊？是。耶稣最后就直接说，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对不对？对对。因为经过呢纳粹，又显明出犹太人那个诡诈，在神的家里用自己的智慧来管理神的家，因此就会把上帝所教给你的埋起来。在神的家里头用肉体，你就永远不能结果子，不能结果子你就永远交不上果子，交不上果子神要打发仆人来了你还不服，你要把神所打发的仆人杀了，是不是啊？是。好，再往下看啊，第37节，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这个儿子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是不是啊？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这个心野不野？这是个野心家，是不是啊？是。这是一个大野心家，想把神的东西都占有了。耶稣说神的物就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他想把神的家占有了。现在像这样的凶恶的缘故有没有？有。占有神的家，交上好果子，是不是啊？是。没有好果子，占有神的家，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产业了。你看，这是原主的儿子，承受产业的，我们给他杀了，好霸占他的什么产业？这和列王记下里头那个啊，那亚哈王霸占拿伯的葡萄园有什么区别？没有，没有什么区别。最后狗舔进田间的，牛舔进田间的草，狗舔进也，狗也要舔进他的血，是不是？嗯。霸占葡萄园，是他的葡萄园吗？不是，不是他的葡萄园，他要霸占了。这说明这是一群什么？这一群是什么？一群什么？过去那个占山为王那叫什么？哎，这是一群土匪啊，是不是？
这是一些匪类呀，是不是啊？是。他们要霸占主的葡萄园，你想想看呐、啊，这不是别，他不是霸占别人的。教会是不是主的？是。假如这个教会是主的，人在这教会中间指手画脚的，是不是？属灵的他不接待，属肉体的就接待，这是不是一群匪类？是。一群土匪，一群山大王。我说了算，教会我说了算，我要不说接待谁就得接待谁，是不是？谁有钱我接待谁。你看看现在教会中间出现这种现象，谁有钱我接待谁，谁没有钱他讲的再好我也不接待他。我要的是钱，我要的不是道，要道供应弟兄姊妹，要钱供应我自己，我能要道吗？实在今生中指望这一群人就是犹太人，太爱钱财了，自义，是不是狂傲自夸，跟上帝的儿子比一下谁智慧，每一次都叫耶稣基督读的闭口无言，他还是按照他那种恶贯，所以耶稣说就按照他们嘴里所说的定他为罪，也按照他们嘴里口里所出的话定他们为义，是不是啊？是。我们今天是按照嘴里口里所说的话定为义，他们是按照他们口里所说的话定他们为罪。是原主的儿子，原主的儿子，他就杀了他，一杀了完了产业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啊？他想没想偏呐、啊？想没想错呀？错。那是无限神、全能的神栽种的葡萄园，你敢非窃为己有啊？现在霸占了，成了教会中间的什么了？教会中间的主人了，把耶稣推掉了，所以在前面加上，干脆咱们不要加，不要叫你基督吧，把基督给他往下一推，改个名，基督拿下，是不是？杀死他，咱们不叫基督教会，叫基督教会有点太，那基督教会给基督说了算了，咱们干脆叫什么？家庭教会，咱们干脆不要基督了，咱们叫什么？弟兄会，咱们干脆不叫了，叫什么呢？三社会。你看越来越变质了，咱们干脆不要叫了，叫什么？敬心会。叫什么？叫还有叫什么？奋心会，还有什么敬心会，还有什么这个会、安息日会，我就不叫什么。光明会、安息日会，还有什么？咱叫小群吧，咱叫小群行不行？咱就不叫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基督做王那不行，是吧？咱得叫这些名，这是教会吗？不是。这个会那个会的，是吧？大公会的，还有有叫大公会的，是不是？上千百会。大公会就不叫基督，把基督给他弄掉，给他杀死。在教会是中间就看不到基督，只看到什么了？弟兄、家庭、三字、安息日、大公会，是不是、啊？只能看着这些名称，就把基督就给踢出去了，不要基督了。这是不是一群强盗啊？是。啊？这是不是一群匪类啊？是。是不是啊？是。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啥？这不偷窃吗？偷窃神的荣耀，偷窃神的葡萄园，是不是啊？是。把他自己高高举起来，是吧？我说了算。最后教会就出现什么了？基督没有了，教会设立一些个什么呢？看哪个最大，名称最大，吸引人。主席。唐伟啊。嗯。唐伟。是不是啊？委委、委员的委。好，委员会的委。嗯。
团委，还有主任，对，班长、组长。还有班长，还有招戏，还有组长，还有集训，集训还有啊，集训，执事呢？教会里有啊，这样没有啊，这没有，但这样没有嘛？这都是世上的，这世上当官最大的是主席呀、啊，是不是啊？是啊。还有团委、常委啊，还有主任呐、啊，还有班长，还有组长啊，这不行，这不能吸引人。不能吸引那些想要到教会里来的。你看，光是这些职分不，那得加上点，加上什么？长老，再加上点什么？什么？牧师，长老，再加上点什么？再加上什么？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呀、啊，就把教会的和社会加在一起去了，是不是啊？嗯，你看完不完了？完了。社会和教会合一了。还有团契啊。啊，这个团契，那个团契了，是不是啊？那个不是职分，那个是把教会改成什么？社会团体。啊，团契是不是、啊？对。叫团契了。不叫教会了，你看这叫团契多好，这社会和教会混了，是不是啊？团契是社会上的，是不是啊？是。这些都是什么？社会上，这是教会上的，教会社会你现在分不开，在一起的，完不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啊？是。这里面也有讲道人，他胡乱讲。不是神设立的，是不是？都是他自己，他自己为了维护他这个整个这个什么团契，所以想方设法把教会的职事和社会上的职分那个什么职称都混淆在一起，你也分辨不出来哪是教会哪是社会，你就分辨不出来。行啊，参谋长就行啊，咱也进去吧，反正这里也有牧师，也有长老。你就跟着进去了，你跟进去干什么去了？送死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送死去了？是。你跟着进去，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混在一起。主是分别的，是不是啊？是。主今天叫我们分别才能为圣，不分别永远不能为圣。是。一个不分别的人，他就进到他们中间了，就混淆在一起。你说乱不乱头了？乱头。旧约里头曾经列王记下的以利亚。是不是？不是以利亚，列王记下的那个叫什么名呢？耶罗伯安，是以色列的那个王啊。是。他最后就开始把社会和教会中间的事情混淆在一起，又建秋坛，又建祭坛，你也分辨不出来是秋坛是祭坛，是不是啊？嗯。又做祭司，又做耶和华的祭司，又做巴利的祭司。又拜金牛犊，又拜耶和华，你来吧。叫大杂烩了，就把人陷在哪里去了？陷在哪里去了？陷在罪里了，把整个的百姓陷在罪里了。这是不是啊？是。都往哪去啊？你说不是教会吧？里面有牧师，有长老，是不是？还有执事，还有什么讲道的？对不对？你若说是吧，还有主席，还有堂委，还有主任，还有班长，还有组长，有没有连长？啊？有没有连长？有没有师长？啊？有没有团长？团长就有，因为有团契、啊。有团契，因此有团长，是不是？是。有没有司令？啊？有没有？你说完不完的吧？完了。你说这个地方你还能去吗？不能。教会不叫教会，叫团契了，是吧？基督的教会不叫基督教会，叫家庭教会，是不是宣宾做主啊？是。你看不看？家庭教会了，三次教会了，弟兄会了，安息日会了，咱们反正不叫基督教会，咱反正不立基督了。这属不属于这个凶恶的缘故啊？属于。你什么教会？基督是教会，基督先上边待着，我把前面基督给改了，给改成什么？
家庭，我们有个三自爱国会。啊，就给你改了，这一改呢，那些知情的人就想说这不对，咱们不能往那里去。那不知情的人呢，低落脑袋就往里凑，凑一凑就挨揍，是不是啊？你凑吧。糊不糊涂啊？糊涂。这一群人都没，这里这些领袖啊，他们整来整去的，把前面领头那群叫什么？啊？叫领什么？领袖。领袖。你听，教会领袖，谁谁谁是教会领袖？你看，教会出领袖了。啊？谁谁谁是教会的爹？是教会的爷爷，是不是啊？那一天我上那个去聚会的时候，哎呀，你是老师，那是师母，我上边待着。师母，你听那话，头皮炸不炸？炸。怀师母，是不是啊？怀艾伦叫怀师母，是不是啊？怀先知，怀师母就这样讲。怀先知，怀师母，是不是啊？某某某长老，是不是啊？是都这么叫的，现在叫怀师母了。实际上没有这个师。他把那师父那个父字，他当成父亲的父了。师父的父怎么写的？啊？青头。是不是这个父？是老师的师。是不是师父的父？师父的父是谁父？他不是父亲的父，他后面把这父当成这个父，后面加上了什么？你这傻瓜！你说他中国字他都没搞明白，师父的父是那个父亲的父吗？我傻不傻？傻！他就没明白这个字当什么讲？只要叫师父，后面就一定有师母。这群歪嘴的把教会整完了，这教会叫他们给整的是胡乱糟啊，一片乱糟，是不是啊？是。就一群人没有重生生命的人，就像这群凶恶的猿户一样，霸占为己有了，我可怎么设就怎么设。这些职分是不是啊？天主教里有很多关乎这些职分的，天主教里有什么？有教皇的，还有什么？神父，有神父，还有什么主教？第一个是教皇，第二是主教，第三个是神父，第四个是什么？兄弟啊！啊？第四个是什么？不是修有修女，还有什么传道士？对不对？你看看可不可怕？可怕！他们的教皇有绝对权，教皇可以在教会中间设立这规条那规条。现在他们也设立许多规条，是不是啊？全用人间的方法来管理神的教会，管不管呢？管。你上哪里去，你也被管理。那你们现在是三代王说了算的，是总司令说了算，是领袖说了算的，是不是？团长说了算，师长说了算，主席说了算，是不是？堂委主任说了算，你跑那里干什么去了？啊？不是耶稣说了算的，这群人他不是高举耶稣啊。你看他从来，他接待人从来不是我祷告，你到底是从神来的？我交通看你是不是从神来，从来都这样。他说接待就接待。假如现在有外国要跟给中国投资，假如投资100万，为这个跟这个教会这个领袖说一说，说我要上你这投资，现在在你这讲道，他连问也不问，讲啊，为什么讲呢？讲完了给我们投资啊，是不是啊？是。他们看中的是什么？钱。这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是不结果子的一群人，交不上果子的一群人，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耶稣说的不结果子无花果树指谁说的？指以色列说的。那么今天这群以色列人多不多？这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多不多？他们也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等葡萄园主栽种了葡萄园，他们给霸占了，他们切为己有，是不是啊？是。不允许属神的人进到这个葡萄园里头，
如果属神的人进来了，就把他们变成边缘，边缘化了，就把他们放在一边了，我就变成边缘了，我就说了不算了，属灵的人说了算了，是不是啊？所以他竭力的逼迫，他为什么要逼迫？你不属世界，他属世界，是不是啊？你属灵，他属肉体的，你为了生命，他为了生活，你为了天堂，他为了地狱，你为了神，他为了魔鬼，是不是啊？是。这群人他们是黑暗在教会中间掌权的，他把教会整个都变成什么社会化的团体，靠近社会，甚至有人说什么教会应当怎么着，迎合社会，教会迎合社会行不行？不行。迎合社会，迎合时代的潮流，对不对？不对。你看他们教导的方法都是这么教导，迎合这个时代的潮流，能叫人接纳，是不是啊？别人拜偶像，你也拜偶像，这叫迎合，听明白吗？明白了。这叫迎合，他就是他们说的迎合，他们所说教会应当社会化，社会化，社会化，教会应当社会化，好迎合教会跟社会接轨。听懂的是什么意思？跟社会接轨是什么意思？你看他们提倡的全是这些东西，在网上发布的都是这些东西，跟社会接轨，跟社会接轨才能被社会所接纳，那些有钱人才能踏入教会，有钱人不踏入教会，教会永远是贫穷的，只要有钱人踏入社会教会的，教会就开始负责了。听懂的他们目的是什么吗？跟社会接轨的目的是什么？要钱。要钱。因为社会上有钱的人多，教会里有钱的人少，教会跟社会接轨才能得到社会的供给，听明白吗？明白了。为什么要跟社会接轨？就是目的是跟社会接轨才能被社会所接纳，跟社会接轨才能被社会一些人认可，这样呢社会有很多的人才能参与教会。你不整主席，你光整牧师长老，你说他们世人知道什么叫牧师长老？那整个主席，哎呦，这有主席不错呀！你捐献多少钱？捐献5万呢、啊？5万你当个堂委，你捐献10万你当主席，你20万你当个师长，行不行？你30万当个团长，你50万当个什么？司令。你再60万当整个教会的什么？听没听明白？你今天你就捐1000块钱，你只能当个什么？当班长。你要就捐500，当个什么？组长。啊？组长。听没听清楚？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勾引人入教。是不是啊？是。只要入了教了，到教会里，只要入了教了，你就成为他的傀儡。听没听懂？听懂吗？这群人就在教会中间掌权，所以这些职分不是神设立的，神没有教你，从旧约到新约没有这种职分，这是社会上的职分，跑到教会中间了。神没有教我们用社会的那种方法，或者用管理社会的方法来管理教会。管理公司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们就这么做，就这么做，为的是什么？跟社会接轨，迎合社会，叫社会接纳，叫众多人接纳，好叫他们来到教会中间，是不是啊？佛教上那地方点几炷香，那你到我们这点几炷香也没问题嘛，是不是啊？他就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叫大多人。都陷在什么很浑浊很迷魂中间，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个对，是不是啊？是。你看跟佛教也差多少，跟道教呢也有点相似，跟社会呢有点接轨，是不是啊？是。跟三代王呢有点像，老大，是不是啊？是吧？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不是啊？教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群领袖，这群牧师长老有没有生命啊？有。
没有生命。他们在教会中间一点生命都没有，所以他在教会中间一直掌控着教会，掌控神的教会。谁今天说了算，谁要接待他就逼迫谁。好，咱们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逼迫教会，不接待，拒绝接待远人。约翰三书，找到吗？第九节，你看这段经文就已经告诉了，这就是愿为首的，愿当首领的，在教会中间愿说算的，找到没有？约翰三书在犹大书前面啊，约翰三书第九节，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的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接待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你看就这么一伙人要在教会中当什么为首是什么意思？领袖啊，首脑啊，总统啊，最高阶层的是不是啊？教会中间分阶层，教会中间分大小，教会中间分首领和下面那些小兵，完不完了？完了。没有平等互，教会本身为什么耶稣基督经常说你们要以弟兄相称，是不是啊？是。教会中间没有什么，没有大小之分。对不对？对。教会中间没有卑贱之分，教会中间没有领袖与被领袖之间的区分，听没听明白？听明白。教会中间没有这司令，没有团长，没有阶层，是不是？社会有阶层，教会没有阶层。教会一旦有阶层了，就坏了，等级制度。有一个教会就是有等级制度，我在启示录讲到了。等级制度是什么意思啊？一伙在最高顶层当塔尖的，下面第二层呢是两个人，第三层呢是四个人，第四层呢是八个人，第五是不是就越到下面呢人数就越多，最底层那个那就是最低等的，就有等级制度了。教会会有卑贱之分，这样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有等级制度就不是教会了。好，这群人呢在教会中间把自己高高的树立起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在教会中间是大小王，听没听明白？分大小王之分，分贵贱之分，分高低之分，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教会中间受歧视，受辖制。那么这里的丢特飞在教会中间又要做什么？为首的，为首就是当头的。愿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是不是？他不接待不要紧，他逼迫了接待教会的人，是不是？属血气逼迫属灵的，他不接待，凡不接待弟兄、不接待保罗这些人的，表明他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属血气的人不知道属灵的事，所以他大胆的、放心的，是不是？逼迫神的教会，逼迫那些属灵的。他不接待，谁要接待的人，他把接待的人赶出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不信你试试看，你们这又不知道你们这地方怎么样。你要不上他那聚会，想方设法整你，是不是啊？是。把你赶出教会，你试试看。他将接待的弟兄也赶出教会，这圣经早就预言的，有没有？有。这是一种逼迫。怎么逼迫？他们是罪奴，他们是什么？在律法下他们是输血期，他们是什么？
在前一生的为奴的是罪的奴仆，是不是啊？是，一定比不过你的，你放心，他一定不会善待你的。你只要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肯定是，你给他奉献了，他说你好；你要不给他奉献，他说你孬。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到那里两个星期，你要不奉献，你试试看，你看他这个眼睛会怎么样了？你进屋来理一都不理，甚至用眼睛抹着你。对，你看，不正眼瞅你，你刚才进去，他假装没看着。哎呀，牧师你好，就这样，有没有？有，就这样，甚至你说话带拿不失礼的，是不是？不理你，脸往天上看，不理你。你要奉献20万、30万，你试试看。大家哎呀来了，来了，哎来了，你奉献20万，你来着吗？我记住了，我记住你奉献20万了。这教会需要你这样的人呐、啊，需要什么人？奉献越多，教会就越复兴呐、啊。奉献好不好？好。奉献主给你更加多的恩惠，好。如果你乱奉献，行不行？不行，你不管哪就往里怼20万，佛教上那个教上上那个那哪儿去？那寺庙中间给他怼上20万、30万，就那些有钱的人往那上面怼。主记不记念？不记念。那是个庙宇，就往这里头，他根本不把耶稣当头了，对，是不是？把人当头了，他面上是信耶稣，拿着打着耶稣的旗号来吸引人，是不是？是。完了，最后那起的名都不是基督的名。是不是啊？他不起基督教会，我们这是基督教会啊，我们这不是别人教会。他说我是家庭教会，我是三次教会，我是这个教会，我是那个教会，反正不是基督教会。你不奉献，你不奉献，下午给你穿小鞋，不信你试试看，那挤死你的脚。你不奉献吗？你只要去了，你就得奉献。听没听没听明白？明白了。他下午给你穿小鞋，给你脸子看，给你摔脸子，是不是啊？你下午还怎么去的？啊，你要想去，我就得奉献的。所以你不得已的，你得奉献，是不是？对，逼着的奉献。我们今天在这里奉献，是逼着的吗？不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是吧？被圣的主的爱激励的，被圣灵感动的，我在这奉献，是不是？是，他们不是，他拿这些东西诱惑你。你要不上钩呢，他下午给你脸子看，不是摔盆就摔碗给你听。是不是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这样不奉献的人，教会不需要你走吧？是不是啊？但接待远人的时候，他们说了算。就前面那几个输血气的说了算，大肉脑袋的说了算，葫芦头脑袋的说了算的，他们就在那说了算。他说接待谁就接待谁，并且他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当成他的奴才。我上次说在北京，我的信徒，耶稣哪去了？啊，我的信徒，是吧？那我的，我说了算的。我问他，这是基督信徒，是你的信徒？那你的，我让主的。他说我的信徒。你的嘴大不大？大。变成极有的了。现在这教会正是在这种光景下，是不是？是。正是抢着抢主的葡萄园的时候。现在你看，整个普天下教会对福音传递很广了，传递很快了。教会各个的教会都如同雨后的春笋一样，都在蓬勃的发展，是不是？是。那现在的教会中间，一大批教会都掌控在人的手里。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吗？能。一大批人都掌控在人的手里头，不在神的主权之下。教会啊，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属血气的人在教会中间说了算的。教会那一群一系列的领袖都不是神拣选的，你信不信？信。你跟他一交通你就知道，你不信你看。
交通没能说两句话，两句半话就知道他是属血气的，他不是属阴的，你信不信？信。你可以找个机会，你可以跟他们交通去，你试验试验，好不好？你尝尝他们的交通那个说话的口气，你听听。啊，那天在深圳交通去，我不知道，我就在听说他交通半个小时，要知道交通这么长时间，我才不来呢。那长老就这么说话，你听这口气，好像他什么都明白似的。咱们在这交通摊上，一吃鼻子，他为什么吃鼻子呢？看不起。你交通一话，他在那吃鼻子，横鼻子，他横鼻子证明什么？瞧不起。就你这两下子，就你这两把刷子，是不是？瞧不起别人就横鼻子。哼，你这起是不是？你就能看出他是属血的，是属阴的。血气啊。这里边第六点，他们是逼迫教会的，逼迫传，这白板上都有水，逼迫传正道的，逼迫传正道的，谁传正道的逼迫谁，这伙人，他们自己不明白经文，谁要明白经文，谁要传正道，他就想方设法的逼迫，你赶出教会。谁接待的？假如我弟兄接待，是不是？他马上把弟兄赶出教会，你下回你别来了啊！你下回你别来了，你现在把我变成边缘化，我是王你王，我是头你是头，我领袖你领袖啊！你说清楚来，我是团长你是团长。啊，我是司令，你是司令。你今天就是随便的把别人接待到这里头，你张嘴今天，你凭什么呢？今天王友浩，啊，你有什么权柄啊？教会我说了算，你听听。是，他们就这样说我的。教会我说了算，你凭什么接待？你是老几啊？你看看你是老几，在教会中的排行老几啊？你凭什么接待呢？我说不接待就不接待，你说接待，下午你不来了，离得远一点，是不是？是是，在弟兄姊妹中间自己去树立威望，对不对？自己树立威望，就这么一伙人，所以在教会中间是什么？逼迫传正道的，残害神的百姓，是不是？是残害神的百姓。是不是啊？残害神的百姓，逼迫传正道的残害神的百姓，就这么一伙人，他压根就不认识神呐。谁接待就把谁赶出去。你接待，我不接待，你说你接待，你好使吗？你不通过我的许可，你就随便接待他有没有属灵的看见？没有，没有属灵看见。假如来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他会不会能看出这是属灵的？他看不出来，他看不出来，一味的往外拒绝，他按什么来接待呢？按什么？谁给钱就接待谁，是是不是？是，谁给钱接待谁，按照这个，谁有钱就接待谁，谁没有钱不接待，他按照钱来接待，是不是？是，按照钱来分派下面的施工，谁献多了，他为什么把那奉献箱里头？每个弟兄姊妹啊，你们奉献的时候都要用一个信封，上面写上你的名字，是不是？写上电话号码，然后呢，写上你的地址，写上你奉献多少钱，放进那兜里头，你再奉献，对不对？不对。不对在哪里呢？因为耶稣说了，你们是不是啊？
你们怎么样？你们奉献的时候，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情，是不是啊？是。这就说明自己中间不需要挨个告诉我奉献了，听没听清楚？听清楚。业主教导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奉献的时候在人面前吹角，叫人知道，他们是不是的？他们为什么叫你在信封上写上呢？有了你的名字，比如说你奉献一千，好，下回给你当组长，什么组长？啊？给你当一个什么小组的组长？你不知道这官多大呀？组长，这组长到底多大？是不是啊？那个家伙奉献多少呢？两千。那么班长比组长大一点，是不是啊？下面因为你奉献两千，唱诗班的班长，行不行？够哥们意思。是不是啊？给你当个唱诗班班长，你下个领情吧。拿钱买官做，上教会里拿钱买官做，你说这一群人，你跟他混得起吗？混不起。他跟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啊，跟起初那个演那个国民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啊，是不是啊？是。他们也这么干啊，不让过岗，给他看住我，掐住我，一个共军分子也不能给他放过。过去吧，我们做买卖，给你两个大洋，你看两大，去吧。好，散你识货，过去吧，是不是啊？现在社会上都是这样，我外甥考学都是这样的，我外甥考音乐花了老多钱了，你看。一堂课一千多，租房才两千多。你听，一堂课一千多，一堂课一小时，有的四十分钟，有的要五好几万，一堂课就好几万。谁能玩得起？考试的时候你不想上那个主考官挨个给上号，那得头一两年或者三四年就得上号。不上号你想考上没那门儿，你考的比别人的成绩更高，下回拿一下。把那个成绩不好给你拽上来，谁给钱，是不是啊？就拿谁，听没听清楚啊？听清楚了。社会是这样的，教会更黑暗，现在教会跟社会都接轨了，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群人要跟他们分别，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好不好？好。你玩不起他，你就一个命，是不是啊？他也是一命之过，咱们这个命啊比他们更宝贵，不能跟他们随便的在一起玩，玩不过他们，好不好？啊！他们是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在教会中间赚一大笔的钱，是不是啊？在教会中间占据一定的高位，有了位置，他就有我当了，是不是啊？我在教会中间当首领，和在教会中间当那个最下边那个，那是不一样待遇。是不是啊？是。要当牧师长老，谁见着谁牧师好，牧师好，是不是啊？嗯。下回呢，奉献的时候呢，多给牧师奉献点，所以那牧师呢，在教会中间吃香。要是下面的信徒在要听到的傻呵呵的，油都被榨干了，你信不信？信。那傻呵呵在那，下面傻呵呵听到那群人，他就连虎带猛连吓唬，奉献。是不是啊？每一天都讲奉献，没有一天不讲奉献的。上面的牧师长，哎呦，牧师长老，别奉献，你不用奉献也行，你牧师你长老，是不是？你有资格，一不一样待遇？对，不一样待遇。听没听清楚啊？这伙人现在就在这里头人呢，奉献两千给个班长，奉献要一千给个什么？组长。要奉献五百，一掌就不长。马掌，牛掌，给你个，再给你个驴掌，我叫你，那个驴掌不是那个驴掌，是部队里有驴掌是不是？部队那驴掌哪个驴？啊？哪个驴？旅客。旅客的驴是吧？就这个驴是吧？这驴掌。是是。我说那个。
旅长。那旅长的长哪个长？什么长？啊，旅长的长，给你来个旅长。你回家省了，不给你来个旅长很怪吗？啊，给你来个牛长，给你来个马长，完了之后还给你当旅长呢，你以为呢？下午，王子们奉献，奉献多少钱呢？200。王子们拿着200，特别费心。你就拿这么点钱呢？行，给你个旅长。王子们乐得够呛，回家就说：“我这下就行了，我是奉献200块钱，这样奉献挺多。他给我个什么？”旅长，其实给个什么长？你看这群人呐，在教会中间干活，玩什么呢？啊？玩什么？玩名玩利，玩着弟兄姊妹，吃着弟兄姊妹。圣经说什么？吃着脂油，穿着羊毛，是不是啊？嗯，把弟兄姊妹都榨干了，天天榨，一把把弟兄姊妹榨干了，是不是啊？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只要是神的教会，他就残害。这群人面上看是认识神，面上是信耶稣基督的，其实呢，他们不信耶稣，他不认识神。如果认识神，不能夺取教会的权柄，从神手里往外夺权柄，是不是啊？是。这个儿子，仆人都杀了，何况儿子呢？儿子杀了，我们就承受产业了，是不是？我们就抢了他的产业，恶不恶毒啊？儿子来了，杀了，是不是？原主最后会怎么处理这些人？啊？原主会不会报复他？会。神会不会报复他？会。我们看几段经文啊？我们看几段，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先看15章。从18节往下看，15章18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听耶稣说的话，不是人说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对他的使徒说的话。他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恨不恨？他说这世人指的是谁啊？你看这群人也信耶稣啊，在上帝眼里他把他列成是世人呢、啊、这群人也信主啊，也信神呢、啊、你往下看呢，下面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下来的。我们不属世界，是主从世界中间把我们分别出来、拣选出来的，是不是啊？是。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世界就是世人说的，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呐、啊。耶稣预没预言完？预言了。这群人是逼迫传正道的，残害神的百姓。是不是、啊、是，天天不残害你吗？不给你讲真道，把你带到律法里头，不残害你吗？还管你要奉献，你说是不是残害？是。天天拿律法的规条，旧约律法规条吓唬弟兄姊妹，是不是残害人的？是。这残害人的，逼迫你们，残害你们，是不是、啊、连唬带蒙的恐吓你们，叫你在教会中间不得安宁啊！你怎么信都害怕自己得没得救。是啊，他就不把你领到义里头，他怎你怎么信他都说你是罪人，因为罪人好管理啊，义人就自由了，是不是啊？是。罪人就有人管呢，把罪人杀了也没有人起来告你，你要杀义人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他想方设法把你圈到罪里头，苦害你，残害神的百姓。好，咱们再看啊，
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也就是我们今天受逼迫不能大于耶稣，仆人不能大于主人，那么耶稣受逼迫我们也照样受逼迫，这就叫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耶稣受完逼迫了，我们也照样受逼迫，不能越过这个逼迫。好，再往下看，他们若遵守，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他们为什么不遵你的话？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那你的话算什么呢？连神的话他都不遵守，你说的话他信吗？不信。你今天就算说经上这么说，上一边待去，那断章取义，他会这么说的，是不是？是。你看这群书写这个人，他想方设法的，就明明知道你从神来的，我会杀你。我也否定你所传的是从神来的。你说经上记着说，他说你断章取义，你不能只看新约，是不是？你得两个约都看呢。你光看新约有什么用啊？你得看旧约呀。你看，他想方设法说你断章取义。你把新约都给他读完，他还说你断章取义。你把新旧两个约都读完，他还说你断章取义。他给你会给你提到你们按照原文呢、啊。哪有原文呢？原文你还没看呢，你看看原文呢。他会这么说的，你信不信啊？信。他想方设法说你说的不对，你把全圣经读完了，一开始你读圣经，你要读一章圣经，他说你断章取义；你要读两章，他说你断章取义；你要单独新约，他说你不读旧约，你这样叫断章取义。你要把旧约新约都给他摘了读完，他说我没有这功夫听你读这么多，你懂原文呢、啊、你看你怎么做他说你不对呀、啊、是不是？你吃饭他说你开始好酒，你不吃饭他说你这个被鬼附着的，是不是、啊、就这么来。教会这群书写的人就是想方设法残害了你，对他说你不对，他不对他说他对，从鬼生的一群人在教会中间说算的，这群人根本就不讲理，他也没有真理，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是不是？是。魔鬼在他里面做王，他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他们说的很多话都是不是圣经里的，哎，他也不说自己错了。你说话都是圣经里，他说你断章取义，其实他就要逼迫你，你对着他。也没有用，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珍珠给狗，不要把圣物丢在猪前，因为他会践踏回头咬你的，是不是？是。就这种人你跟他什么，你跟这些人说话还不如把狗拉过去饮水去呢，你信不信？是。现在咱们把狗拉过去饮水的啊、哦、现在饮水狗用饮吗？不用。啊？不用。狗不用，狗它自己就可以上河去喝水了，就意思你跟这些人说话就赶不上跟狗说话，是不是？你跟他说话就不如跟狗，跟狗说话狗还会摇摇尾巴。这群可以说是不是人的东西，在教会中间他干什么？除了吃喝，在教会中间就喝吃着纸油，穿着羊毛，榨干弟兄姊妹的血。所以那里边说他喝尽了众圣徒的血，我讲的桃李巴比伦就喝醉了众圣徒的血，喝尽了，喝不喝血？喝，就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喝尽了你的血。这喝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榨弟兄姊妹的钱财往外榨，第二是什么？逼迫传正道的。你谁传正道？你谁要说信，好好信耶稣，一直敬虔度日子都要受到逼迫。你听没听明白？明白。你只要立志，你说我好好的，好好在教会中间立志，我要去敬虔度日，保证有一群属撒旦的人站起来逼迫你。你放心吧，听没听清楚？听清楚了。休息一会儿。